不得来门的，得来门一级学艺吧。哈，这是无限火力吗？啊，你刚才玩的是无限火力。对呀、啊，完了，出错装备了，出了个多兰剑。划了死一个，嗯，可以。也行，你学多学一学，明儿我不直播了，你直播吧。哎呀，我去中单吧。嘿，哈，嘿，嘿，嘿，哈，哈，我主 E 得了，那大飞斧。对，你多给我加点血。对，假背就翻翻儿。哈！原来挺厉害的。妈不知道啥意思。哈！谁说德莱芬不用捡斧子，就在那放屁？那不捡斧子，斧子不没了吗？好累呀、啊，玩的德莱门。哇，这英雄是真的累。我得回家了。我会主 Q 的。出什么装备呀？出盾弓吗？先来个箭袋儿。哎呀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五路军斩，站路，咱也别动。出狂风，都出狂风啊！那也行吧。我最讨厌玩德莱文了。这不死、啊、哎呀，哪来个杰啊，鸡爷昨天又没重启路由，今天不要忘记了。我就出个盾弓挺好的。
呵，这俩人我这技能，哎呀，这是走位游戏吗？不行，这俩不好打，换，接力接力。我来了啊，我就得贴他脸干他，你知道吧，就打他们俩就得贴脸锤，呵呵，闪现，呵呵呵，就得贴脸杀。我感觉德莱文不需要放E，为什么要放E技能？给你一刀！跟我站撸！我直接厕所回城。哎呦呦，这里头有眼儿！先饮血，无限续航。我要饮血，收集者，基本上都一套出装，就是狂风收集加无尽饮血，火炮。我来了，狂风，呵呵呵呵。你大爷的，这个拉丝！狂风，哈！我死了，收集者来一个，还人怎么到现在还没变身？哎呦，我 A 死了。安妮儿有控制，嘿嘿，狂风之力，呵，哎呀，救命啊！哎呀，哈，我给你一刀，谁打波扣？呵呵，我死了。还有双伤，还行啊。确实应该重印的，啪啪啪三刀就完事儿，没有其他操作，得三刀。
呵呵呵呵，狂风呵呵呵，小小安妮儿。我已经疯了，我已经达到了癫狂状态。狂风之力，呵呵呵呵呵呵！哎呦我去！1225，卖了吧，卖了出个无尽。挨个摁吧，就是挨个技能摁。呵啊，狂风卡。我们 E 技能不需要摁，你知道 Q W 就一直摁，然后右键 Q W 狂风之力就这三个键呢。最多我们能同时飞几个斧子，我一直接。哈哈。狂风，哈！哎呀，不假还，可恶！简直可恶，居然出不假还，真的可恶。差饮血剑呢。小法师，呵，狂风之力，哈！不暴击不行啊，还得暴击。回家出饮血剑。最后整个火炮，别动我！你们有种一 v 一，老这么老些人搁一块儿，无限火力还减斧呢，能减就减一下子呗，又不费啥，走走位呗。操老夫！干啥呢这？来饮血剑，飞上路这不是？我说实话，你这个弟弟，今天我就得治治你。
我打完大龙是不是基地都爆炸了？哎呦我这泽拉斯狂风之力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虚弱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哎呀这也行啊。最后一件出个啥兄弟们，来个蓝盾吧。你像这种杰这种英雄，我不给他整个蓝盾我感觉我对不起他。金身我觉得也行，来个钉吧，来个钉，出个钉。把这鞋卖了，我不要了，一会儿出盾弓，我没有位移，我不，我感觉德莱文还是得要点位移。我上高地了，呵呵呵呵，狂风之力，哈哈哈哈哈，呵呵呵呵呵呵，我死了，来个中亚沙漏。谁给我们 ace 了？那春哥多长时间冷却呀？哎呀，你们这也不行啊，这挺弟弟呀，我一看，还得是俺们一个打四个、五个这种的，我跟你们说。我那一个打三，杀俩都不行，都还是不太行啊。买水银鞋呀，买布甲鞋吧，买布甲鞋，那不有个鞋吗？守什么基地？这还守什么基地？还有我，哈哈哈哈，敢在我面前？哎呦我哈！哎呦我这安妮儿，这波你们三打四打三能不能打过？安妮儿有点扛扛我呀。安妮儿也太扛他我了，还是水银鞋吧，水银弯刀啊，没那钱呢，水银弯刀在哪里啊？在这里，差不多够，446，483，少了40点移动速度，行，出个金身什么意思？出金身咋的了？
这样吧，要不，啊，我们集体撤销这个样子。水双重水银。安妮儿，别让我碰到你，安妮儿。百分百暴击。闪现，让我吓死了。哎，救救啊！哎，这安妮儿打人太疼了，这安妮儿，你给我卷死他，给我踹死他。漂亮，远古龙打了，不是远古龙啊，风龙。走 A 回血，早干屁呀，还走 A 呢，抠一下就没了，这玩意儿呢就吸不上来，有减伤的。你俩要不撤一手我觉得行，那安妮儿可不敢到底了，那安妮儿，安妮儿可老厉害了。闪现狂风力狙了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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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给你个大！啊！救命啊！奥拉夫，我冲！你个弟弟，快跑！怎么能跑得这么快？你要回家？我不能让你回呀、啊！奥拉夫也不行，一看这奥拉夫也不太行。哎呀！狂风之力！嘿，漂亮！我得吸点血，兄弟，我们有风龙龙魂，跑的是快啊、哦，这玩意儿呢，开了挂一下。狂风之力，哈哈哈哈！我这一顿瞎按，安妮儿可不行，哎。我给你拆了安妮儿，玩死这安妮儿！哈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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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咋这么幼呢？这泽拉斯。